球时单脚都站不稳，那么颠球时就不可能保证身体姿态的稳定。还有在颠球时，上半身不要像这样弓着腰、驼着背、胳膊僵硬，而要尽最大可能使上半身放松。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颠球并不是知道动作就能掌握的技术，建议大家收藏点赞，每次练习前都看一看，或者拍一个自己颠球的视频和我的教学对比一下，哪个是自己存在的问题，这样一定会大大缩短你摸索动作的时间，更快掌握颠球。我们下期再见。